究竟是 Twisted Genius 啊 ，Ultimax 抑或系 EZX 咧？嗱，之前咧评审就讲 Twisted Genius 啊，佢哋就系跳 Popping to the Face 出色嘅女子组合。冇错啦 ，Ultimax 从来未见佢哋咁靓仔，今日咧就少咗少少舞蹈嘅部分，反而 Stunt 就玩得多咗啦吓。EZX 咧就系一路以嚟编排嘅舞步咧都系好好嘅，而且系之前系暂时领先啲喎，究竟佢哋会唔会系贵军得主咧？有機會是邊一個啊？嗌啦，尖叫啦！冇錯啦，順利將我哋兩強人馬啦嚇。冇錯嘅，好啦，恭喜曬啊！你睇佢哋啲熱情，佢哋嘅感情非常之好，已經唔係啲咩敵人咁樣噶啦，佢哋已經係朋友啦。恭喜曬，多謝曬大家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，點啊？有啲咩想講？有咩心情嚟㗎？心情如何？心情還是一樣平靜啦，因為今天就帶着 enjoy 的心情來比賽，然後是很。感动看到我的 ，It's OK。冇感动，冇感动。咁你觉得两组同有两组朋友啦？你觉得边一组咧系有呢个冠军相咧？不要透露可以吗？不要透啊！不要透，不要透露，不要透露，不要透露。就是他们都是朋友嘛，不要说就好了。你哋系咪永远都支持 Ultimax 噶？来自槟城的 Ultimax 是一对默契超好的孖公仔，因为人数少，在编舞队形上当然吃亏了。比赛一开始他们就不被看好，但是他们没因此而失去信心，还不停在舞蹈当中制造惊喜，而音乐和高难度的动作吸引了大家的目光，出奇制胜地打低人多势众的组合。没有花巧的造型，没有强大的阵容，一路默默耕耘的 Ultimax 俾我哋睇到佢哋对街舞嘅认真同埋努力。有请我的好朋友 DSK Twister AT Reggae Force 的 Master Crew。这首歌不是这样子跳的。不是这样子跳，应该要这样跳才对。Just go.
你跳到更灿烂，街舞精神骨在马力，我跳到无极限，你比我更无限。So come on, go and feel the beat to the back to the ground, yo。傻，你系根本高手，我冇不会差，我冇不会假。有一比你嘅技术可以吗？你等咩啊？仲等咩啊？你冇讲及嘅就系态度，有冇态度 ？Everybody gotta say no。Popping, locking, breaking sound。辛苦曬你真啊！呢首歌你做啊嘛，俾掌聲 Daniel 啊！真開心，真開心啊！真係老人家唱歌跳舞喘曬氣咁樣啊！點解我哋唱歌咧嚇？還是梗係主要係因為要緩和心情啫，因為緊張嘅時刻嚟啦，我哋剩翻兩組人馬，當然就要以 battle 嘅方式嚟揀出冠軍啦！冇錯啦，究竟今晚邊個可以攞走我哋嘅25,000 ringgit 咧？我哋首先嚟睇睇 battle 嘅比賽規則啦！Battle 規則，兩方必須以團體嘅方式在限定的時間內互相過招，指定的舞蹈包括 Locking、New Jack Swing、Popping、New School 以及 Break Dance。 比賽的時候不可以觸碰對方的身體和干擾對方的舞步。 5 4 3 2 1 Battle。